你为什么？ 是莲花吗？是莲花，我三份儿。三份儿，对，三份儿。图哥，三份儿彼岸花。知道了。谢谢。 死者是一名画家，苏正，45岁，根据现场分析，应该是酒醉后将电热风拉进了浴缸里，电击身亡，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的10点。是他报的警，他叫芳芳，苏正的一位人体模特。据他说，早上起来8点是他给苏正送的早餐。 听别人说，10年前，苏正好像爱上过一个女人。当他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个女人突然离开他了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开始酗酒，并且对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子施暴。我听苏正提起过一个女孩，跟他在一起很久。 就是《银花背影》中的那个女孩。你见过她没有？没有，从来没有见过她。今夜，我贸然走进了你的世界。你只是沉睡的人，我会为你祈祷，我也享受你带给我的宁静与灵感。
我会用我的画笔描绘你飘荡在空中的呼吸。明天你我将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醒来。这幅画要不要留下？今天凌晨，我市著名画家苏正在家中死亡。据警方透露，苏正是触电意外死亡，目前尚未发现被谋杀的证据。根据我台记者的跟踪调查，本市正。我不想摆脱你。您看这样好吗？这样呢？您说这样好吗？问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问你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我问你好不好？真的不是我。哎呀，吕小姐，你们二位见过面了吧？这位是李路李警官，也是一位油画爱好者。这位是吕丽吕小姐，大收藏家呀。这些画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再联系吧。吕小姐，不，吕小姐，吕小姐，哎，吕小姐。
这回你要什么？还是你周前在短信里说的风中的新娘吗？要坐着的吧？你知道我要什么？告诉我，为什么总是不接我的电话？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关系，我是个模特儿，我今晚来就是想赚钱，可以吗？你这个婊子！谁是婊子？你为什么总是有意伤害我？你不求我会来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之间的所有一切都结束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这些画是谁画的？图拉，你好，我是白薇。白小姐好。能为我画幅画吗？嗯。我不会画画。可你浑身散发着油彩的味道。嗯。白小姐，你喝多了。我说过我不会画画。居然说自己不会画画。那你是个奇匠了，嗯。再见。祖拉，再见，祖拉，再见，祖拉，再见。止不住死亡的灵魂。我只是把长长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与色彩调成了一杯酒。忘却生前的种种，曾经的过往都留在了彼岸。
我似乎闻到彼岸那边的味道。你是一个和死亡打交道的人吗？啊？白小姐，你真的喝多了。我是图拉的朋友。图拉有朋友？难道图拉没有朋友吗？他是个死人，他不会有朋友的。白小姐，您好，这是吕小姐为您准备的早餐。吕小姐，是的，吕小姐留言说她有事情要出去办。您吃过早餐后，可以等她，也可以先走，看您的方便就是了。吕小姐。吕小姐，我记下来了。对不起，现在不营业。我刚才说过，现在不营业。我想请你为我画幅画，价格你来定。我不会画画，我只会调酒。我见过你的画。你搞错了，那不是我。图拉，我很欣赏你，我诚恳地邀请你为我做一幅画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根据后来打捞出来的证物和证件以及法医的检验报告，坠湖身亡的两个人确认为卢辉和丁洒洒，两人均为中毒身亡。目前得到的资料，卢辉为一名很有名气的画家，而丁洒洒是他的一名模特。卢辉和丁洒洒是情人关系，两人私奔以后就一直没有消息。一张以丁洒洒为模特的画
曾被一个叫吕丽的女人收藏。吕丽？对。那谁配得上他？只有死人才配得上他。你是死人吗？那个赢得你爱的人该有多幸福。杜兰，我不该在这时候来打扰你。我们彼此相望了整整一年，我要走了，我只想再看你一眼。我忍不住，忍不住。你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舍不得离开的人。吕小姐，有位李警官来找您。李警官，找我有事儿吗？来，喝一杯吧。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一个模特。是一个死去的模特。看来李警官现在对我收藏的油画也很感兴趣了。我只关注画家，我从来不关注模特是谁。一年以前，我从卢辉妻子的手里买下了这幅画，你应该看到了，就挂在走廊里，楼梯口那幅画。你来找我之前，调查过卢辉的妻子吗？我是有完整的
合法手续。画家和模特都死了，是吗？小姐，图拉先生找您。看来今晚你还有别的客人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哦，你等等，我送送你。如果你需要卢辉他妻子的电话和地址，我会提供给你的。谢谢。图拉先生，请坐。吕小姐，再见。李警官，再见。我可以卖给你一张画，但就一张。你想让谁做模特？给我点时间，好吧？好啊。谁？是我，图拉。图拉，图拉。终于来了，怎么？你要离开这里？是，我想去南方，已经订好了票。能不走吗？可你心里装的一直是别人。是的，一直到昨天晚上我看到你的手链，我就他谁？他在哪儿？淑雨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蛋糕。十年了，我一直很愧疚，没能为你画成那幅画。我画死人，是把他们当成和你一样，只是在沉睡，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你的朋友。在天堂里能够陪伴你。你和他们相处的还好吧？淑雨，今天
我是来向你告别的。我想告诉你，我要和白薇在一起。我想爱你一样的爱着她。你能原谅我吗？淑玉，你好，我是白薇。我不是在夺走你的爱，图拉能守候你十年，你真幸福。我相信你一定非常爱他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会像你以前那样来爱图拉，我和图拉也会时常来看你，相信我好吗？淑玉，为我们祝福吧。淑玉是个孤儿，我们俩是美院的同学。那天他终于同意当我的模特，我们约好了时间，可我怎么也等不到他。到了深夜，我得到消息说他死了。被车撞死的。等我赶到医院，他们又告诉我，淑玉已经被送到了火葬场。当我赶到了火葬场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推进了焚尸炉。陆姐，这是 DNA 检测报告。椅子上的血不是苏正的，也不是芳芳的。只有找到他，我们才能确认苏正的死是不是意外。把协查通告和模拟画像发下去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图拉，图拉，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从你一年前第一次到酒吧，你的优雅就深深打动了我。但是，我答应过淑玉，要为她找到999个朋友。昨天是她的忌日。我终于完成了。妈，早上好。睡得好吗？特别香。小姐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们老板在吗？把这个协查通告给你们老板。哦。服务员。哎，来了。这个酒再给我来一杯。好的。给我来杯红酒。
生还要点什么？再给我来点冰块。哎，好。好看多了。刘小姐，嗯，好，要不要来一杯冰花？白薇，就是你的模特吧？啊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。哦，你们俩认识啊？怎么，奇怪吗？李姐，李姐，我说。啊！白薇，愿意当我的模特吗？能让我想想吗？为什么？我有恐惧症，做模特的恐惧症。不好意思。能给我一些时间吗？嗯，没关系，你们两个人想好了再通知我。我走了。慢走。对不起，我害怕。白薇姐，您再坐会儿。哎，图哥，我们先走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说什么啊？最后一次，什么是最后一次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拒绝当那个模特吗？那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看，我遍体鳞伤，告诉我是谁干的？这不重要。告诉我是哪个王八蛋干的？我说了这不重要。你爱着一个死人，我只爱着一个疯子，一个变态狂。我之所以离开那个人，是因为我的心死了。白薇，每次到你的酒吧，我才感觉到一丝温暖。尤其是你调的那杯彼岸花，成了支撑我活下去的救命良药。就在我一杯一杯把烈酒吞进肚中的时候，
我才发觉我爱上了酒，更爱上了那个调酒的人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白薇，让我们珍惜我们俩的一切，我们在一起，让我来为你疗伤，用我的爱抚平你身体和心底所有的创伤。图乐，我想先离开你一段时间。我不是我自己，我现在我需要一些时间。不要！等我好一些，我一定会来找你，当你的模特，在你的画框里尽情的展示美和爱，好吗？不要离开我，真的不要离开我。小姐您好。您好，我来取我的飞机票。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。机票在我这儿，我们走。机票怎么会在你那儿？啊，我帮你取了，走。白薇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警察为什么要找你？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，真的不是我，没有。进来吧。我相信你没杀他。你先在我这儿住下来，我们再慢慢想办法。我真的没有杀他。像苏正这样的人，就算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。苏正，白薇，跟我说说你跟图拉的故事吧，好吗？你是图拉？是我。我们是警察，你认识白薇吧？认识，怎么了？丽姐，我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好啊，你看今天的天气可真好。是，那我走了啊。去吧，慢点啊。哎，白薇怎么可能杀人呢？他一定是被冤枉的，这是陷害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图哥怎么还没回来呢？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真讨厌，都是那个白薇惹的事儿，他最好消失，不然图哥真的会倒大霉的。我真担心警察会抓到他。不会吧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
说起来，白薇姐也挺可怜的。没有她，图哥也不会这样。小姐，请问有什么能帮你吗？我来取东西。好的。钥匙。好的，您稍等。您的箱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白薇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也不相信你们说的，她怎么可能杀人？我真的不相信她会杀人，你们怎么可能冤枉好人？这已经是冤枉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当然，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那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出去啊？哎，你坐下，我让你坐下。你是刘倩吗？是，不，警官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来自首的。我知道，昨晚你老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，你把他放了吧，真的都是我的错。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当时你在干什么？真的跟他没关系，都是我惹的祸，都是我，警官。凌晨2:45，你在干什么？凌晨2:45。我在洗澡，你真的把他放了？这跟他真的没关系。这有什么关系？我老公不是要喝点酒吗？那老公不是要喝点酒，为什么赶紧把我老公放他啊？你们赶紧把。谁啊？你是谁的事？我老公谁？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什么？图拉那案子怎么样了？要是找不到白薇，就只能把图拉放了。白薇应该早就跑了。怎么回事你？哎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还不走啊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警官，我不是你，是我的错。你干嘛？你这捣乱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那图拉现在怎么办？放了他吧。放了他？放了他。他根本不知道白薇的事情。外面这么冷，别冻着了。丽姐，我好了，你能抱抱我吗？你能回来就好。我回来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丽姐。
真美。你也好美，丽姐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丽姐，我想让你再陪我看最后一次雪。履历的品味独特，他只收藏人体油画，而且他还要求作品的背后一定要有特殊的故事，哪怕作品的技艺并非上乘，哪怕画家没有名气。依他的解释，就是作品背后的故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，因为他觉得这是一幅画的灵魂，有了这灵魂自然就有了艺术价值，同时也更具精神价值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李小姐，李小姐您好，李小姐，我想要苏正的那幅背影。太好了，李小姐，她的画可一直都是由我代理的。你报个价吧。这个咱们还是见面谈吧。哎，吕小姐，吕小姐，我突然觉得既惊喜又意外，因为我打听到了您的收藏标准了，肯定是苏正的画画的太好了，所以才让您打破规则的。你刚才说什么规则？啊，没有啊，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想好了，我相信你，丽姐。你摆脱不了我。新娘，你摆脱不了我的，过来吧。有见到白小姐吗？她好久没在这儿住了，这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，这里都是她不要的东西。白薇，你再打最后一针，就能跟图拉永远在一起了。图拉。谢丽姐呀。图拉先生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找一下吕丽小姐。哦，好的，稍等一下，我跟吕小姐说一下。哎，我在这边等。哎，白薇，听我的，你不能去见她，你必须要躲起来。你要忍住了，
你们才会有未来，知道吗？在这儿等我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图拉先生，吕小姐，你一定知道白薇在什么地方。为什么？你当然知道为什么。那天晚上在我的酒吧，我的服务员把喜茶通告放到了你的台子上，后来就不见了。一定是你知道了警察在找他，提前告诉了他，让白薇躲了起来。我为什么要帮他？我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吗？你为什么不希望他能够远走高飞呢？你是一个不正常的女人，你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，就凭这一点，你什么事都做出来。图拉，请你自重，马上离开我的家里。如果你再胡搅蛮缠的话，我就打电话报警。好，我走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白薇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算账的。图拉，喂，你好，是图拉先生吗？是我。这儿出了车祸，一个女孩受了重伤，她叫白薇，是她告诉我您的电话，你能马上过来吗？她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是。这个照片是他吗？是他。小朋友，你能告诉叔叔，他现在怎么样，在什么地方吗？我不知道。喂，图拉先生，是我。快赶到医院吧。
护士小姐，有没有一个叫白薇的女孩子因为车祸在这里抢救呢？刚才120是送来了一个女孩，但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你看看是不是她？李主任。嗯，是的，不过送来时人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肇事车辆已经逃逸，既没有家属陪同，也没有任何身份证明，我们医院是无法接受的。现在已经送去火葬场了，你最好还是去那儿看一下吧。你们有没有抢救？你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抢救？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点人性？人渣，人渣。来了。他在哪儿？受的是内伤，人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清洁过了，你好好陪陪他吧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怎么也躲不过去。白薇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DV 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阴阳两隔了。你大概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没有勇气再活下去，我也不想让自己身陷囹圄，或者四处漂泊而红颜摧残。我想活在你的记忆里，我是一个你最爱最疼也是最美的好女孩。谢谢你的爱，我没有死，我只是睡去了。你会永远在我的梦中萦绕，别报警，也别告诉他人。车祸、医院、等等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导自演。
我希望重新走一次属于昔日走过的路，好让你像怀念他那样来记住我。你守候了他十年，我不要你为我找999个天堂的朋友，那是因为你欠舒雨一幅画而做的补偿。我只希望你为我画一幅沉睡者，那样我就将永远活在你的记忆里，永不分。答应我吗，我亲爱的图拉？今夜，我贸然走进了你的世界。你只是在沉睡，我会为你祈祷，我也享受你带给我的宁静与灵感。我会用我的画笔描绘你飘荡在空中的呼吸。明天你我将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醒来。我就要睡去了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我终于可以做你的模特儿了。快用你的画笔抚摸我至亲的笑颜，用你的色彩捕捉我恋恋的情愫。他真的会有这样独特的嗜好？我做过周密的调查，履历收藏的规则是只收藏画家和模特都不在人世的作品。那这样是否很难和一些凶杀案撇清关系？这样说有些武断。履历是否变态或者心理上有什么疾病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但凡是在艺术收藏界有影响的人啊，都有很怪异的审美情绪和癖好。吕丽会不会是苏正的前女友？吕丽恰恰是发现了苏正和白薇有不清不白的关系，然后就离开了苏正。我虽然跟苏正很熟，但是我可不能下这样的结论。你是警察，当然可以。喂。李警官，白薇昨夜因车祸身亡，她已经被送往火葬场。
你为什么？你是来取骨灰盒的吗？醒了，以后真的不画了，不画了。你要上哪儿啊？太好了，消息确凿吗？确凿，张娜崩溃以后就全部找了，是她发现自己的老公卢辉长期和丁萨萨同居起的杀心。奇怪的是，谁给我寄的信？不是在做梦吗？你还活着？徒儿，这是真的，我要死，我活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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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活着。
我活着。我真的活着。你再好好想想。不用了，李姐，我想过了。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切，一切都要从一份合约说起。什么合约？我和李姐签了一份致命合约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告诉你。他答应，李姐答应帮助我，李姐。他答应帮助我摆脱警察的追捕，他得到你画的那幅沉睡者。那老严推进焚尸炉的那个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停尸房里有那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，我们应该感谢那个替你烧成灰的人。谢谢无辜的女孩。记住，丽姐是我们的他人。她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嗯，她有。只需要两天的时间，你就可以跟图拉在一起，生活在别的城市了。没有她，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。对了。丽姐还说啊，要把一大笔钱打到你的账号上，说是买画的费用，还说要在很高规格的画展上展出你的作品。浪迹天涯，永远在一起了。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我们永远在一起了。永远在一起了。永远在一起了。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我们去哪儿？先离开这个城市再说。图拉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就幸福。小姐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喂。乡间公路塔湾附近有一起车祸，图拉的吉普车被大卡车撞击侧翻，他已经被送往火葬场。骨灰盒在哪儿？取走了。什么时候取走的？你要干嘛？别再打扰亡灵了。图拉真的为了那个叫舒雨的女孩在这儿画了10年。当初
我看他对那个死去女孩那么痛心，我就跟他说，要不然你画上几张画跟那女孩一块烧了，到那边也好有个朋友。没想到白薇也是个苦命的人，看来图拉是放心不下他了呀，着了魔跟去了。I see trees of green, red roses too.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,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of white, the bright blessed day, the dark sacred night, and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The colors are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.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, saying how